大家好，我是胡服骑射，欢迎你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一款啊，名字非常直接暴力，叫做滑板大猩猩。它是拿这个Beast War 里头一个金属变体金刚王呢下去做一个 KO 改良还有放大的版本。那就顺便闲聊一个话题啊，这两天的话呢，新加了一个微信群，然后呢，里面呢有一位同好朋友呢，就发了一段短片给我。这段短片呢，其实是我自己的影片了啊，里头呢。是截录了我当年呢有一段影片呢，我讲述说呢，我是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在一个大卖场里头买了一个山寨版本的变形金刚第二集快速变形组的一个坦克 Megatron， 然后呢，因为一个19块钱的一个山寨玩具呢，最后呢，我买了大概几十万台币的这个正版玩具啊，所以呢，我对于这种所谓的一个山寨玩具的话呢，我个人的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强烈的反对，因为我自己就是玩山寨入坑。那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款这个滑板大猩猩、滑板金刚王的话呢，我个人的话了啊，可以说给他非常高的分数啊，大家可以给他90分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满分10000吧啊，没有了，我随便讲讲，满分是100了，我可能会给他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分数。起跑分数它就非常的高，怎么个说法呢？就是说呢，它是一个 Beast War 的一个玩具。那我对 BW 系列呢，并不是那么样的热衷啊，甚至我动画片呢，我只看了前面几集。但是呢，这种比较便宜的一种山寨啊，这些啊，可能的话呢，就会让我呢，愿意呢，就花一点这个钱呢，去玩一下啊，去体会一下。就像我当年玩变形金刚。第二集的时候呢，我还没入坑之前呢，我就是买了几个便宜的山寨来体会一下这个玩具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所以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你个人的话呢，喜欢变形金刚，但是你对 Beast War 这个系列的你没兴趣啊，或者是说你没有接触过的话呢，这一款我个人是蛮推荐的，因为你可以去感受到说，跟 G1 或者跟电影系的一个玩具不同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感觉，它也是变形金刚的一个模具，但是玩起来的手感，还有那种变形的思路呢，就是不一样的啊。那讲了这么多啊，就直接来看玩具的质量啊。虽然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先天上的一个优势啊，除了它没有版权之外，但是有版权那可能价格又高啊，那可能优势就会不见啊。这三言两语很难讲的很清楚了，但是在我来看就是说，它很适合拿来去做一个推坑啊。我是这么说，我是很认真说的，它很适合拿来做推坑给大人小朋友啊，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BW 的一个变形金刚迷，我个人都觉得蛮推荐的。那它有多附送一块这个像是擦眼镜的这个布，它其实让你擦这个，应该是给你擦这个电镀的。这个电镀上面如果有指纹的话呢，容易潮湿，它可能就很容易去退掉，就是这个电镀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个损坏，所以它多送这块布，我个人觉得是还蛮贴心的。那它一共有4张的替换脸，那猩猩脸的话呢，我们就待会变形成猩猩的时候再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好了啊。那表情的话呢，这两个表情的话呢，我怎么看都觉得很像胖虎啊，为什么现在满脑子都是胖虎啊，这个完全不能理解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待会变形成猩猩的时候再来说。然后另外的话呢，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猩猩队长的情况下，它是有一张是一个是严肃的脸孔，一个是一个应该有点微笑吧啊。但是我个人的话呢，我是最喜欢这个有点愤怒的这个表情。那它的这个头雕的替换是非常简单的，你可以直接的整片的把它给拔掉也可以。那拔掉之后呢，这个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替换了啊。但是我个人的话啊，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刚刚的愤怒脸了啊。那这边做个展示，就给各位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替换。哎，这个笑容我是觉得，大叔你这样看我是觉得有点恐怖啊啊！不管你是严肃的看还是笑着看我啊，我都觉得很恐怖啊，特别是这样的彪形大汉看着我的时候，我会觉得不太舒服啊。所以你还是愤怒好了啊，看到你愤怒我逃跑就可以了啊，你这不怀好意的微笑，你走过来我还不知道我要不要躲呢啊，对不对？哎，人生就是这样啊，笑着面对你的人呢不见得是好人啊，但是愤怒面对你的人呢，你反而知道怎么应付他。行，然后呢，他的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啊，就这个这里有附带一把枪，这个枪的话它是可以发光的，但是我要提一下，它的这个电池的话是没有附的，它是用 H13 的电池，但是我手边呢好像没有那个型号，我就随便拿了3颗纽扣电池，刚好可以装啊，我就把它装上去了啊，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还蛮强的一个发光的效果，但是因为这个电池型号呢可能不是很合，有时候不太亮，那你可以看到后面呢有这个特效键啊，这个特效键，你如果把它装上去的话，这个发光的话呢，感觉的效果呢就会更加的好，你看到没有？这个效果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哦，非常赞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特效键的话就可以拆开啊，变成3个小部件的这个跟现在官方的一些玩具呢特效键呢是完全一致然后它有2组啊，然后后面这个
全部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他所附送的，我全部都放在一块了。那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他这个有一个旁边有个侧边这个钩环啊，你可以放一个枪，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玩具，有一点就是包括他这个替换这个头雕啊，还有这个替换这个电池的部分呢，他是把这个地方给打开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给拨开了啊。这个好在哪？就是说这个啊，好在哪？所以说。不需要用到这个螺丝刀啊、起子啊这些东西啊，就直接用手呢，啊就可以做个替换啊。这个对于像我这么懒惰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是，这个我要给予一个很大的一个赞许，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的。那后面其他这些都是一个支架啊、地板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就不用特别多做说明啊，这个也不是重点啊，还是看看这个玩具本身了啊。首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尺寸。这个是官方的 Deluxe 等级，然后呢我拿出一个我个人在 SS 系列里头算是最喜欢的模具之一吧，这个是钢索 L 级的一个玩具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金刚王的尺寸大概也有现在官方的 V 级以上的一个大小，而且这个非常宽厚啊，非常扎实。那身上的一个齿轮关节也比较多，头部呢是一个球关，上下可以动，头部你用力扭可以把它头给扭下，毕竟是一个球关。手部的话呢给各位示范一下啊，这个咔啦咔啦作响啊，然后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啊，只要是齿轮关节啊，我就觉得这个玩具的这个质感就很好了啊，它可以玩具有一个反馈给你的一个力量，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的话呢弯到约90度，然后拳头的话呢当然是可以转动啊，而且是偏紧的一个手感啊，手的话呢可以张开的话呢末端这三指的话是共用根部关节，中间共用一个关节，拇指的话呢是只有一个根部的球形关节，食指的话呢是根部一个关节，中间一个关节啊，食指的可动呢是里头最好的。那它这个握枪的话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就 MP 小手式的一个握枪啊，在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凸啊，我们就把这个凹给放进去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拇指的一个设计的话呢，我觉得摆放位置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奇怪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它这个拇指怎么样握呢，我觉得都握得不够漂亮，而且这个指头啊，你这个枪啊，我是觉得握紧的一个感觉呢不是说非常的稳固，我个人觉得有待加强，你还必须要靠指头呢去把它给握紧一点点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腰身的话呢可以，你看到这个个人觉得这个枪不晓得是左右手有没有分啊，我试一下好了，试一下好了，我感觉之前握这个枪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稳定啊，不是很稳定。这手好像比较好，这手比较稳的是还有分左右手嘛， OK， 这边握住就挺好。好吧，可能它要分左右手吧，就这样子的啊。腰部可以转动啊，腰身是一定要能转动的。金刚王的一个变形的话呢，腰部转动是一个灵魂之所在。然后这个脚的话呢是前后，你看啊，侧踢都有齿轮关节，前后侧踢都有齿轮关节啊，膝盖也有啊，非常非常作响的一个关节。这里的话呢是一个蛮稳固的一个接地关节，脚的话呢可以张到非常的大。那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就是稍微要控制一下，因为它这个脚底板虽然很大，但是后面的一个这个打开这个部分其实接地的面积呢没有说非常的多，还是要稍微去控制一下。然后后方的话呢有这两个呢是一个机枪吧，那变成星星的时候呢可以拿在手上变成一个武器。身上的电镀呢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啊，本身的话呢硬要我说啊，它身上的一个可能比起之前的模具哪儿比较弱，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它放大的关系吧啊，看到没有，它身上这些毛发啊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像这个原本的基础模具那种尺寸下的毛发看起来比较密啊，但是它可能做了一个放大之后啊就没有办法，就整个那个毛发间的间隙可能也跟着放大了，就感觉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也没有那么细腻的感觉啊，会稍稍有点弱，但是也不差了啊。胸口这个是渐层的一个涂装，个人感觉是涂的还算可以，但是我喜欢的是他身上这些，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香槟，应该是香槟色吧，香精银还是香槟金啊？我不知道。我早期的这些变形金刚涂装作品呢几乎都会掺香槟色，所以这个颜色是算是我喜欢的颜色，真的是有打中我的一个配色了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来给各位示范一下这一款玩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我相信了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玩过 Beast
沃尔系列的玩具呢，这一款应该会让你蛮引咎，因为它变形非常简单，但是效果的话就是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拳头是拳后两个都打开，然后你转这个手啊，替换手的时候啊，是记得是把它转成这个样子啊，就是转成这个方向啊，这样子来做一个替换，它才能够正常的去转动进去啊。如果你是转成是这样侧边的角度的话呢啊，是可能拇指啊之类的呢是会做到一个会有一个干涉的，就是先把这个拳头的话给做一个替换啊，然后原本的这个拳头内啊小臂内侧的凸跟凹的话呢，就尽量的就是把它给。你看到吗，这个这里有个洞啊，然后这里有个凸啊，啊这个部分呢就当然是要把它给合并上去，这个就不用多做说明了啊，前面扣上去后面自然就能扣上了。你把它打开，你可以看到啊，你看到我里面的拳头的转的方向跟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转到相同的方向之后呢啊，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转动转出了啊。这样这边的话呢就是接着变形，它变形非常的简单，非常轻松就可以完成变形的。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部分的话呢给挑起来，这个地方这个肩甲这个部分啊两侧，那后面这有一个卡扣，在这它的卡扣是这里，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一块小小的凸啊，它这个凸呢是扣到这里面啊，这里有个洞啊，这个部分呢就先把它给打开，然后推到后方去。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等一下要转动这个部分，你要记得这个地方的转，等一下要转动这个轴，这个轴你记得就好了啊，记得就好，把它转成这个方向。好，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这个前胸跟后背的话呢要做一个打开了啊，这里先把它给打开啊，这里前面后面都给打开。打开之后你看到没有，刚刚是拳头转换，现在是头转换。那头转换的话是这样子转动，直接的就是一个把你内部的头给翻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把它给盖回去。然后这一块部件就把它推到后方，然后原本当肩甲的部分呢，现在变成两侧这个护住侧腹的这个甲胄啊，就这个地方把它给放下来。那这里放下来的时候啊，我给各位讲一下好了，以这个地方啊，你看到我转这个角度啊，转到这个角度，尽量是把它给这样子转到这个角度。这个时候的一个两侧的话呢，因为它两侧这两片原本的肩甲呢移到侧方来之后呢啊，它是没有办法去锁定住的，所以完全就是靠这个地方的松紧度。然后我觉得这个角度的话呢它是最贴身最合身的，这个时候上半身的话呢，你就是再把它一个拳头啊，是手指，因为手指的这个替换啊，就是啊这个转换拳头，其实就是把这个拇指的位置做一个替换啊，拇指部分做一个替换。很多金刚王他有时候是这个指头折下去之后就换成另外一边的手臂，但这一款的话是做一个直接是一个对调，就跟头这个对调是完全一样的。然后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金刚王变形都会有一个腰转。那在猩猩形态下呢，就是把腿给折短就可以了，直接往上折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地方直接后面这个地方拉平啊，直接就放上去，然后这个就是充当是一个脚趾的部分。那作为一款猩猩的话呢，是这个前肢的话呢，去碰到地面是应该的，头的话就可以稍微的往上举起来一点点。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猩猩的一个形态就完成了。扯吧，这个你当然来看你会说得很扯，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就跟模具就是这样子，而且它的这个猩猩的形态是真的是还蛮帅气，整个电镀非常非常的扎实，很闪亮的一个感觉。那后方的这两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拿起来变成一个武器，但是我个人觉得啦，它这个武器个人觉得握的不是很稳呐，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啊，不太很喜欢它握这个武器，而且是蛮多余的啊，还是暂时的就把它背到后面好了啊。虽然它是应该是拿在手上当一个武器。那这个头雕的替换的话呢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它这个电镀非常的厚啊，你从这个地方往上抠的时候呢，它除了这个地方往上抠之外，它上面还有一个卡扣扣在里面啊，我试一下能不能顺利把它抠出来好了。这个你要稍微，真的是你要稍微花一点耐心啊，花一点耐心才能够把它给抠出来。这样子，它的一个组合的方式是这样的，这里有两个凸，还有上面有一个凸。OK， 这个是一个愤怒的表情啊，我说了啊，这个还是一个我比较喜欢这愤怒的表情。那我们换一下其他，换这个，这是有点暧昧的一个笑容啊，还是很奇怪啊这个。然后这个是。更加暧昧的笑容，还算了，我还是让你保持愤怒的，你各位知道就好了，你知道他能换脸就好，其他两个表情啊，我觉得都太猥琐了啊，这个心术不正的人看什么都是心术不正，对不对？你自己都歪了，你还指望别人正吗？好了，就是这个扣的时候，先把上面这个凸给扣进去，然后下面两个这个凹的话，就是慢慢再把它给抵进去啊。
那也不用说推到很密啦，因为它这个电镀已经够闪亮了，其实你也看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密合了啊。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非常贴心的这一块布啊，就是随时可以让我们保持这个电镀部件的一个干净啊，非常好非常好。那在这个情况下的可动也就不用多做说明啦。那它的这个字体状态下就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滑板合体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滑板的话我们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这个推是推成这样子啊，推成这样的，这样，然后就是把中间这个部分呢给推到内侧来这里。那这里是一个 C 型扣啊，这个用力一扯的话是可以把它扯掉的啊。有一次我第一次掰的时候不小心太过用力了啊，不小心把这个地方给扯了下来啊，扯下来就扯下来就扯下来嘛啊，就再组合上去就行了。这个地方啊，两侧的话呢做一个合并。那如果装的时候就是装反的话，就会两个就会凸对凸，凹对凹啊，就非常就组合不起来啊。那因为这个关节齿轮作响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它是有做出一个轮子的轮子啊，所以它是在桌上的话它是可以是有一个滚动，但是滚动性没有很好啦哦，没有很好，因为它本身你看啊，这是一个齿轮状的嘛，它是滚动起来就很吵啊，声音会很大声啊，当然可能觉得他们可能觉得说这样子啊有声音感觉比较酷一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可以扣到这里，扣到这里，然后呢再把这个喷效特件啊给装上来，这样就感觉有一个这个喷射的一个效果，然后就可以做出一个比方说这个星星啊，很高兴的就是往前面，就是往前一个这样子飞翔的一个感觉啊。嗯，喜欢吗？我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的。这款变形就是够简单，然后在一个机器人形啊，这个地方啊，再把它给扣紧一点，你看吧，这个角度它滑下来就会松掉，所以你要把它给转上去，转上去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呢跟身体的一个贴合度呢会比较高。 OK， 请记得啊，这个地方尽量把它保持，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如果你上面这个地方弄个卡扣什么把它扣进去，是不是可以把它扣紧一点啊，就是这一点玩起来就是稍微有点不爽，就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松脱啊。但是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性价比来讲的话，配件也够多，然后电镀的质量啊，关节的这个齿轮作响，以及身上的一个水口的处理，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了啊。然后我真的是很喜欢他们多送这块布啊，真的这个回合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它给擦干净。那么今天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滑板金刚王到这边啊。诚如我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这个呢并不是为了真正的 BW 死忠铁粉去做的啦啊，因为真正的铁粉你可能早些年的话呢你都已经入了正版的这个金属变体金刚王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一款是滑板大猩猩的啊，它呢应该是我个人反而会觉得说，如果你没有接触过 BW， 或者是说你对 BW 有点兴趣啊，但是你也不知道入不入啊，你怕入坑之后代价太大或怎么样的呢，你反而可以测试一下自己对这个模具，对这种玩法，对这种变形思路你有没有感到兴趣啊。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一块砖啊，你可以试试看。诚如我当年的那一款啊，就是买了一个小山寨的玩具呢，之后入了几十万的正版是一样的啊，那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的话呢就不再跟各位讨论太多它这个到底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了，你自己喜欢啊你可以去试一下，把这个玩具呢做出你想要的价值啊，收它呢你有一个目的啊，你自己清楚就可以了。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